好，这是那个体检，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半年查一次，看看从其他规协方里面看到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。好，龙龙是在2021年的时候被一种植物给扎伤以后，就导致了大面积的一个破溃。我总认为我们的大象真的很聪明。 象妈妈把龙龙带到有人家的地方，让我们的老百姓都发现它。警察以后，它完全是皮外伤，就没有伤到骨头啊等等这些。但唯一不同的是，两个月的小象它还在喝奶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。可以代替象奶的这样这个替代品是没有的，它的营养成分真的很特别。没办法，我们也只能参照我们以往的经验，就是尝试用这个羊奶来照顾。 幼儿期的小象，你看我们救它的时候才180公斤，到现在已经长到1000公斤，长得非常的壮实。